Square Enix 在今年的 E3 中可不是只有替大家带来 Final Fantasy VII 重制版这一款 Final Fantasy 家族的作品而已，另外这个由 PlayStation 发行副总裁亲自宣布的全新作品 Final Fantasy 世界也在全球玩家的关注下可爱现身咯。游戏中大家要跟着这对失忆的姐弟，在这个有如童话故事一般的迷你世界中找寻恢复记忆的线索，并且与 Final Fantasy 系列中众多经典的怪物角色们互助合作，一起来一场可爱的 Q 版大乱斗。就连光之战士与克劳德等人也都会以萌萌的二头身登场，这可是所有 Final Fantasy 粉丝不容错过的场面呢。Final Fantasy 世界预计于2016年在 PS4 与 PS Vita 双平台上推出，你准备好要迎接这股前所未有的 Q 版旋风了吗？